免费钢琴课81小夜曲，舒伯特作曲，谢明琪钢琴教室。各位同学好，我是钢琴老师谢明琪。我们来学习舒伯特的D小调小夜曲。舒伯特生于维也纳的郊区，他的父亲是一所学校的校长。舒伯特的音色非常美，因而进入皇帝所属教会的儿童合唱团，这个机构是现今的维也纳少年合唱团。他的老师对这梦幻般的男孩的音乐性非常惊讶。其中的一位老师曾说，舒伯特由上帝那儿学到所有的东西。舒伯特过世前相当受苦，他得了梅毒，在那个没有抗生素医疗的年代，等于是被判了死刑。他临终时希望能和他最崇拜的偶像贝多芬埋葬成邻居，他的愿望达成了。贝多芬和舒伯特两人皆是衔接古典乐派和浪漫乐派的重要人物。舒伯特的交响曲传承海顿、莫扎特和贝多芬，他的歌曲则有浪漫乐派的精神。D小调小夜曲原是为歌曲所作，是钢琴伴奏的独唱曲，一开头有四小节的导引，第一乐句第一节的旋律开始于第五小节到第八小节，在第九、十小节的旋律犹如回答第五至八小节的问话般，这样的形式延续了四次。在小节29至36，这里有过桥般的乐句，将曲子连续至第二节。这第二节开始于小节37，问答形式的乐句再延续四次，至第60小节结束。在小节61、62、63、64，有左手模仿右手的乐句模仿，尾声始于小节73，这时音乐渐渐地慢下来而消失。